现在往里加水行吗？敢贪呀！我瞅着都要糊了。不用你管，我心里有数，那葱姜蒜都没放呢，着啥急呀？这家伙的少一样都不行，你事咋那么多呢？今天教你们一个煎鱼小技巧，用大马勺往肚子上这么一勾，你看这不就过来了吗？一点皮儿都不掉，非常的完整。这门熟了吗？你就烦，都给我气嘚瑟了。过来过来，离我那么远干啥呀？整的好像我吃你似的。又咋的了？瞅瞅你整的磨磨唧唧的，不知道的还以为我拉锅里了呢。这面差不多了，咱翻个个呗。别碰我。咋的了？熟没熟我心里没数啊，这有你说吗？你咋这样呢？我不也是好心吗？滚这拉去吧，好心你能给我放这里？听说你是东北大鲫鱼，也不知道真的假的，瞅着跟其他的鲫鱼也没啥区别呀。你瞅啥呀？哎呦我，这鱼贩子靠谱啊，果然是真的，这小东北味儿挺足啊。不会做菜就别馋，都白上我这幼稚了。那你也不能这样啊，往垃圾桶里跳多浪费呀、啊、等会儿我拽你上来啊。拉倒吧，早晚的事儿，我早跳还能给你省点料。